静静的听，安静的听，窗台被吹响的风铃，像一段旋律，多么熟悉，名字却想不起。为什么那么近，那么近，拥抱不到你，你保持着距离，用全力一步步，一步步向着你靠近，总是差一点就触手可及。此刻我已经分清，故事没有续集，你送的许愿瓶都是